盘，拉尾盘，刚你是拉尾盘的、喔，会赢，会赢，会赢。刀子，秒杀小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冠贤 ，Skin Club 又来啦。那 Skin Club 呢，已经介绍过超级多次这个最棒的网站，然后呢，它有许多我们 CS2 里面所有的造型，然后还有许多的玩法。不一样的箱子，那 Skin Club 呢，在各大的 CS 赛场上，你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。它也提供了许许多多可以储值的方式，例如说有信用卡、银联卡，或者是 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等等的，都可以作为它储值的方式。当你抽腻了 CS2 的箱子的时候呢，不妨就来我们 Skin Club 来试试手气吧。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，然后切勿上头哦，就像买乐透一样，让自己 有一些刀子啊、手套。额外的手套可以使用 ，OK。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开始喽。牙签刀、欸，牙签刀以前也有拿过一阵子，手感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行。再小抽一个，再小抽一个，再小抽一个，切勿上头。小抽最后一个，小抽最后一个，这可能会小小的小上头啊！好多手套哦。隐黑。我们还是来这里以小博大就好了。我都蛮喜欢的、啊，我喜欢红色。来，哎、欸，怎么滑走啦？这样完全不行哎、欸，这个滑开呢？哦，不错哦，再来，哇，那整个箱子都这两把夜莺是什么意思？我直接跑，库库蛙来一个吧，我们最喜欢的库库蛙、佩佩蛙，哇，伽马都普勒哎，来一点吧。佩佩蛙不会让我失望吧？给我这么好的 skin， 我会哭出来哦。哎，哎，停！完全不 OK， 完全不 OK。今天的运气感觉也是小抖小抖。大家喜欢抽什么箱子，自己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，或者是觉得抽了什么命中率很高的，有哦，这有料哦，这箱子。啊，怎么没有龙狙 ？Cobblestone 最屌的就龙狙了，应该有个龙狙吧？来一个猛的！完全不猛哦 ，CS 1.6，隐黑也不错吧 ？N 连狙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怎么是给连狙呢？你给连狙这样子是要我在打游戏的时候狂拿连狙是不是？来一只吧！哈哈哈哈！啊，怎么是 Nova？ 来一个，又是 M4A1S， 再一个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，都普勒，五、哦，阿八，0.68块。今天感觉抽箱运气不好，我们来背头一下，不免俗的就是要来背头一下啊。这个背头其实也蛮刺激的，这很刺激。完了，小输0.03，0.04，又小输0.03。有0.04，小数0.08了。捏回来一点点，小数0.02。完了，他这个，我靠，啊，十四块是怎样？我从头输到尾啊！再找一个屌一点的。这个就是这样子，找那种，就慢慢找吧。0.7加入，就两箱啊，反而。反而钱比较少的，还没人要进。
大家感觉都是出手很阔气耶，完啦，要输啦！对面一个 0.58 直接虐，我的队友感觉偏烂呢，这个四块的感觉还行，我去找大概四五块的来玩应该还行，冲！小拿一点回来哦，对面，哇，对面感觉现在跟我们持平哦。完了，这个又被他拿去，又感觉有点接近哦。Nice， 这样子应该我们赢。这玩的是疯狂模式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哎，这不是队友，哈？所以是我啊，我以为是我队友啊，没有看清楚啊。请进。哈，他一次拿到40美的，哇哩嘞嘞，他直接赚回来这个成本嘞。拉尾盘，刚也是拉尾盘的哦，会赢，来个超猛的吧，刀子，收手了，我直接拿回来呢。我直接把今天输的都赢回来，干200多美，我操！200多美，放着，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啊，小小的1.5，选一个60几%的啦，通常60几%都还蛮有机会会赢的。我也只是说有机会啦，有机会，60几%通常都蛮有机会的，这样子在的，有没有升级？可以哦，再继续，你从60，慢慢这样升上去哦，完了，进去。过去，差点今天就没得玩。OK， 那大家记得在 Skin Club 出资的时候呢，记得用我的优惠码，优惠连结都在下面的资讯栏。那 Skin Club 感谢 Skin Club 赞助，让我们有这么多好玩的那个箱子可以开。那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